到底是何人？是什么剧组啊？胡言乱语！在广州到处是犯法的。拿下！绿用，我大概是走错地方了，我先走。我不会是真的穿越了吧？不行，我得逃出去。我手机丢了，转过来的。这是鸡？当朕是傻子吗？你去找死！别砍我，我还能为你展现更多的绝活。萌萌姑娘，这乃天降奇才啊！往下一些。那个帅哥就是和亲王吗？就是为了看他。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。你说，小心点。是不是喜欢和亲王？无聊。萌萌，朕一直觉得你是个很特别的人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。朕的脑子里就全都是你，朕喜欢你。情这一字会妨碍你回家的计划，还会令你与另一个人两败俱伤。这座桥也叫灵珠桥，难道回家的关键是桥？你是不是故意在躲着我？姐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哪天我真的消失了，不管你到哪，我都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萌萌，你到底来自哪颗星？谢谢你，这里真好，就好像回家了一样。朕一定会打造一个属于你的未来国。我好像真的要到了要回去的时候了。只要有一日，你便做朕的妻子一日。就算有一天你真的要回家了，我也一定会找到你的。萌萌，看日出了。